们是都兰来的浪局。都兰吗？都兰，都兰浪局。其实哈、哦，刚刚发哥那个介绍我说我们害怕，因为今天是都兰浪局，跟阿培没有关系，阿培是里面的成员。啊，对，就是阿培现在化名躲在都兰浪局里面。对，好，小局眼。所以，哎不，新局就是不应该特别把它讲出来哈、哦，但是会让你的心里有点觉得我何德何能？对，其实。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请发哥要注意。好，那就接下来再一首曲子。好，王老师介绍一下。这个曲子就是 Friends and Stranger。对于发哥刚刚的行为，我们到底是当他是 Friends 还是 Stranger？ I don't know。那就开始吧。
Friends and Strangers。 哦。